先播 Jason。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因为有好多观众成日问我哋咧 ，Myson 佢啲广东话究竟学成点样？即系佢嚟香港咧都已经六年啦，咁啊广东话咧去到而家咧都净系讲得即系少少咁样。咁我觉得咧佢有必要咧系学翻好啲啲广东话嘅。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先试一试，如果我哋用手机去到睇下手机嗰个语音辨识可唔可以认得到佢讲嘅广东话咧，咁啊从而分辨一下佢嘅广东话发音究竟好定系唔好嘅。好啦，我哋由最简单开始啊，埋单。埋单。喂，睇嚟我哋今日有排玩喎，埋单变咗埋间可以。じゃあ私がさ、埋唔该埋单って言ってたらさ、リップで返しますってこと？じゃあもう一回もう一回もう一回。埋单。唔该埋单。お、出た。唔该埋单出た。いつも埋单っていうときはうんごいとセットだからうんごいをつけないとなんか調子出ない。うん。わかる？方面にして方面。方面はもうめちゃくちゃ自信ある。方面？オッケー。佢話佢自己想挑戰方面啊。方面。おお。ほらね。本当だね。方正。同食嘢有關係嘅咧，佢係講得好清楚嘅喎。點解咧嚇？就係佢咧，男朋友。男朋友。你怎样可以读到表第一日？男巴友，男巴友，结婚。哦，系肥喵。好啦，我哋俾难啲去玩啊！我哋今次咧嚟个肠胃炎，佢成日都肠胃炎嘅。做歪位。边个 Irene 啊？边个系？做咩 Irene 啊？做歪位。做阿荣肠胃炎，肠胃炎 ，OK， 肠胃炎，哦哦哦哦哦哦哦，肠胃炎，呢个咧，头晕，头晕，哦，其实佢系学广东话咧，佢系有 sense 嘅，但系咧佢系平时太过唔努力啊，实在，身体健康，哦，健康じゃない？恭喜发财！我觉得佢跟住落嚟咧，应该系要讲啲咧经典嘅电影对白。朱西，朱西，你究竟你究竟喺度喺度搞乜嘢？搞乜嘢？家伙啊！家伙啊！朱西，朱西，你究竟喺度搞乜嘢家伙啊？乜度搞嘢哇？乜嘢家伙啊？乜嘢救火啊？朱西。朱西，你究竟喺度？你喺街度咯？搞咩嘢家伙啊？搞咩家伙啊？朱西，你究竟喺度搞咩家伙啊？朱西，搞咗啊！哦，やっぱりあの心を込めて言うと伝わるね。気持ちをね。搞咗啊！気持ちを込めてれば。搞咗啊！って言えば。まあ出てくるんだよね。そう。我哋下一个咧系 Myson 嘅口头禅嚟嘅。心を込めて。谢谢。佢平时闹我黐线闹得多咧，系个反面好啲嘅。所以话咧，学语言呢啲嘢咧系必须要成日讲嘅。佢讲得多，佢发音咪准咯。Star Wars。有。星球大战。星球大战。哇、哦！すごいね。すごいね、はっきりと出てきたね。そうよ。好啦，咁你哋边啲先到此为止啊！如果大家中意嘅话，咁咪记得揿个 like 啦。如果有啲咩字咧，想佢读出嚟，睇下究竟个手机认唔认到出嚟嘅话咧，咁咪记得下面留言度讲啦。咁我哋今日呢条片先到此为止啊！我哋下条片再见，系咁先，拜拜。